thank mm -hmm. you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奉造物主的尊名，安拉伟大。只有经过这样的一种宰杀，我们的食物才是哈莱尔，才是合法的。所以，造物主在古兰经当中告诫我们说：“团阿格勒毛特瓦海亚里耶布公安说造物主。 创造了死和创造了生。跟我们人类的话，没有；人类的话要死去。人类的话有生命，创造了死和生，目的是为了什么？是立耶布鲁瓦，公，按有功，爱三努，安买了。是为了考验我们人类谁的工作最优美，叫爱三努，安买了。大家注意看，《古兰经》里面说这个爱三努，就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做得好吗？ 而不是看我们的工作说 x l M、L，看你的工作干得多，不是看你的多，而是看到他那个到底是不是 Hasen，到底是不是最好，到底是不是最佳。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造物主造化我们人类的一系列目的，这是第一个首要任务，必须要明白的，就是要通过知识去认识造物主。我们不能说我的父亲、我的爸爸。 是回民，或者是是穆斯林，然后我是他的儿子，我就是个穆斯林。我的爷爷是一个穆穆斯林，是一个回民，那我也是一个穆斯林，是个回民。这个叫做盲从的，叫做塔格里蒂，叫盲从的一种信仰。这样的信仰无效，因为他并不知道，不是发自他内心的去认识啊、呃，拉赫苏巴他了。 所以，古兰经说：“法兰安拉乎，莱伊拉哈伊拉拉。”你要通过知识，通过学习，去明白万物都不应受崇拜，唯有 Allah 苏巴汉诺泰勒。多莱伊拉哈伊拉拉，莱伊拉哈伊拉拉。这一句卡利马吞翻译本，这一句清真言的哈那个至高无上的意思叫做：“莱马阿布达比哈格伊拉拉。”

去认识宇宙万物的造、创造者安拉苏巴汗努泰勒。接下来第二个任务，第三，我知阿拉的第三叫安雅阿里阿拉苏勒胡双拉老伙儿有圣人们，我随地礼萨莱提，bil alilm，at-tariq alilm，说第二项任务就是要通过知识。 同样还是要通过知识，去认识造物主的仁恕，造物主的清菜，造物主的使者穆罕默德·苏拉·拉赫里·萨勒，并且要坚信不疑的随地格里萨勒提要对我们的穆罕默德·苏拉·拉赫里·萨勒的使命坚信不疑，所以作为人。 我们要跟造物主阿拉斯帕哈诺特莱，不可能直接交言的。阿拉斯帕哈诺特莱不可能直接把使命，赋予每一个人。所以，造物主要让我们同人类的先知，穆罕默德，来传达这样的一项工作，传达这样的一项重任，然后给人类讲讲述人类生存的真正的哲理所在。 就是要认主、拜主、服从主，所以我们阿拉伯语叫“乌鲁黑耶 ”，“l 阿乌布迪耶”，“瓦勒斯毛瓦苏法迪”。要认识造物主的存在，他的哈那个独一性，紧接着就要对造物主的“乌布迪耶”受拜性，要去崇拜他，每天要、啊、顶礼顶礼膜拜五次，叫 “la h a w q b r 我们的塑料字礼拜。 然后对造物主的一些尊名和属性，确切的认识和体会，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造物主。那这个认识造物主，我们凭着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还不行，是吧？通过他派遣的先知穆罕默德·苏勒拉胡勒·萨冷，按照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苏勒拉胡勒·撒冷的一种指导思想，指导的公修去做，我们才能够认识。 所以，作为认识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索了拉话的圣人们，欧穆斯林的话都清楚，是我们的圣人。但作为非穆斯林兄弟姐妹、非穆斯林同胞，对穆罕默德索了拉话的圣人安，安拉慈悯他、祝福他，这样的一位伟大而平凡的使者，也许不理解。 也许并不了解，他是生于公元570年，有的传说是公元571年，生于麦今天的沙特的麦麦家，他在出世之前的话，他的父亲叫阿布顿拉就归真了，在他到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阿敏、阿敏、阿敏呢也归真了，然后是他的爷爷。 抚养他，之后的话是他的叔叔、叔父们抚养他，然后长大成人，在四十岁的时候的话，在沙特境内的，一座山上，在阿拉阿拉伯把它叫做希拉山洞的 h 拉 r a 拉 i 山洞里边的话，接受到了至高无上的第一个启示，叫一个 ك 比斯َ ب 比克ِ س 哈拉嘎。 哈拉格勒隐色那民的阿拉格等这五节古兰经，其中的一节，阿拉首首先提到：，说你应该奉你的尊名而去宣读。造物主曾教人用笔写字，并且教授人所不知道的一切。所以我们的先知说了拉赫里三人们接到这个启示以后，当时他吓坏了，让赶快回到家里边，跑到他心爱的妻子。 海地城，他就拉环，然后跟前，然后让海地查的赶快给他盖被盖被，因为他一种惊恐嘛。所以这一方面的话，我们的先知说了那么三呢，也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顺了，就作为一个堂堂男子汉，应该要善待自己的妻子老婆。所寓意是，真正的能够给我们解除心灵的抚慰的。 那除了阿拉斯巴哈的特之外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妻子。说善待妻子，要尊重妻子。说当时我们的先知苏斯纳麦在那那个极残酷的环境当中的话，把伊斯兰经过二十三年的时间，在麦加沙特的麦加的话，十三年，有十三年，是宣传讨黑的伊玛尼信仰，然后在迁徙到麦迪那十年的时间。 把伊斯兰经过二十三年的汉光应的话，传遍了欧亚非三大洲，那这是安拉的一种黑客们安拉的一种奇迹。所以，作为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位伟大而平凡的人物先知穆罕默德算拉哈那三人的认识，大家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在法国巴黎发行了一个《查理周刊》。 大肆污蔑穆罕默德、索拉勒夫的圣人,人们，把我们的先知诋毁。但是安拉苏巴哈诺特拉在古兰经里边说到：“不信道者，他们想用他们的口吹灭安拉的真光，叫 yutufiyu，an yutufiyu bil nur bil bil fawahin nur allah，wala allah yuridum tima nurihi，wala karhi la kafirun。”说他们想用他们的嘴。 把安拉的真光吹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安拉要全美他的光明，即便不信道者讨厌也罢，说即便他急死掉也罢。所以《查理周刊》事件以后，据新闻媒体的报道，在法国巴黎最畅销的就是《古兰经》，所以大家更加了解伊斯兰。要想接近伊斯兰，要看看。 被人们所诋毁、所诬陷的这样的，一位伟大而平凡的人物，到底是何许人事所以大家看到，前几年，美国的一个作家，叫麦麦凯尔哈特博士，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叫《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百位伟人》，就是一百位伟人，其中。 把我们的欧美尔大贤、A. 萨林斯拉姆、穆 s a l 拉姆，还有中国的毛泽东、孔子、孟子等等的这些人的话，都已经列入进去了。但是，他把这一百位一百位伟人排列在第一位的是我们的穆罕默德·苏莱曼三郎。麦克哈特博士的话，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如果按他的一种海瓦奈斯按他的一种私欲的话， 他应该把谋杀阿里·斯拉姆放在第一位，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在他的这一本书的前言里边这样描述到：“他说，或许有的人对我写的这一本书会产生一种纳闷，会产生一种奇怪、惊奇，但是无论如何，从……” 人类对人类的哈那个历史长河当中，对人类无论从宗教方面，或者是社会贡献方面，都属我们的穆罕默德·苏拉·拉尼·拉姆而莫属。所以，我们的先知的萨拉姆在宗教领域，或者是社会社交、社会方面、社会历史方面的话，他是堪称第一，所以他把他列为了第一位。 当然，我们说对于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苏勒拉赫林·塞拉姆的哈那个理解，去认识他，这是要发生我们的也更。那在下几个讲座当中，我将要系统的提及这一方面的内容。以上了，所以对先知的塞拉姆的使命，就我随的伊斯兰。那对先知的塞拉姆的使命的话，不是一种突然间我们的心里边冒发出一种想法。 爆发出一种激情，马上我就哎呀，阿曼特别乐，我的苏里，我归心安拉了，我归心安拉的使在了。这个突发奇想的信仰不持久，所以安拉斯巴哈诺特拉反复的在古兰经里面教导我们说：难道安拉斯巴哈诺特拉斯巴说安拉盖古兰经说难道他知道被降世给你的真理是来自你的养主的人？ 那一个人，跟他是盲目的人，是一个二吗？是相等吗？能相提并论吗？阿拉斯巴诺说：“伊那么伊特扎卡鲁误入了阿拉巴只有有理智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受劝，才能够真正的伊特扎卡鲁。所以，《古兰经》通过这样的一种比喻的形式，告诫我们：我们只有通过知识去认识。 我们的先知算了老黄历，算了我们的使命，然后给予服从。就像我们比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现在去做某一件事，比如像学生，他去学习，你让他去写作业，让他去读书，如果他并不知道读书的目的，并不知道写作业的哈那个翻译的这个益处，那这个学生的话，他肯定不会好好学习，不会用功，因为他不知道。 读书对他将来大有用途，他能够靠读书的话，能够成为国家的公务员，成为国家的一些有用的人才，能够提升他的地位。他有 merit 呗，所以知道读书有好处的人的话，他就会拼命的读书，他知道这个价值。反之，他不认识读书的坏的。 不认识读书的买个书的，这样的目的的人的话，他根本无法安得下心来，去好好的去读去。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让他去做某一项工作，让他去理解某一项事业的神圣，那首先要让他明白这一项工作、这一项价、这一项神圣的使命给人类带来的裨益，他才去做。 就像我们一个上班的工人，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六点或者是五点下班，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早上八点上班，下午五点或者是六点下班，他一天的话至少要七到八个小时的工作，有的话还那个九个到十个小时的工作。他为什么要去拼命的工作？因为他知道工作能够给他带来福禄。 能够给他带来哈那个金钱，工作能够给他带来生活滋养。他不得不工作，他要拼命的工作。他知道工作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有些人他的信仰是盲从的，叫 t a g l i d i n 就因为他不知道这样的一种信仰的价值，他只知道他看到他的父亲戴着一个白帽子，看到了父亲穿着的一个衣服。 就觉得这是一种叫卖。所以我们的著名的伊斯兰学者毛杜子拉哈姆洪拉约阿拉慈敏塔，那曾经在印度讲了很多的那个讲座，说约阿拉慈敏塔这一位学者，他说到，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他的羊主，你去让他去崇拜羊主，他心里面没有激情。 一个人，他并不了解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算拉拉赫林·萨拉曼，他的使命，他的理想，那么他不会去听取我们的这位先知算拉拉赫林·萨拉曼的一切教导。所以，作为人类的哈那个第二项任务，我们要明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要认识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算拉拉赫林·萨拉姆的使命，他的核心所在。 要通过我们的先知、苏瓦拉姆、萨拉姆认识，然后去尽善尽美的崇拜造物主阿拉苏巴纳诺泰勒。阿瑟里斯，阿瑟斯沃吉巴阿拉 s 恩 n 接下来，人类的第三项任务就是要按亚阿拉黑克明哈拉给西费哈的人懂要明白。 人类在今世，阿拉斯巴哈诺特拉造化我们的黑格曼，创造我们的哲理。那这一点的话，刚才我已经讲了两节古兰经，一节的话，阿拉斯巴哈诺特拉说了，我们哈莱格布的真的话的印色印了里也不动，安拉说我造化人类和神类，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崇拜我，阿拉经讲的很清楚。 创造我们人类的黑克曼，就是要去拜祖。另一节古兰经阿拉斯帕诺特老说：“安拉以哈勒格勒冇特，阿拉哈亚特，里耶布鲁瓦库安尤库阿哈生努梅勒。”说安拉苏巴诺特老创造了死，创造了冇特，创造了生阿拉哈亚特。为什么？为什么跟我们人生的话，这样的几十年的光阴？ 去目的就是考验我们，里耶布鲁尔空安尤空艾森诺安买了，谁的工作最好，谁的工作做得最好，所以这就是造物主造化我们人类的一种黑客们我们大家看，今天的一些无神论者，一些恐法人，否认阿拉的人，不相信阿拉的人的话，他们的人生观是这样的。 像在中国，我们把人的一生大概归类为十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话是十年。假如造物主给我们活上一百年，我们说一个世纪。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不幸道者的人生，我们说他是零岁出产。我们说他那个从零岁婴儿从母腹当中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来到这个人生的人生的舞台上，开始成为一个 m u m a y 喽，就像个演员一样，的零岁开始出场，十岁快乐成长，在十岁这个从零岁到十岁，这十年的话是孩提时代，他无忧无虑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和快乐的成长，他肚子饿了，他就哭着骗妈妈骗爸爸。 他不高兴了，那就，呃，跟爸爸妈妈赌气；他高兴了，他出去玩，等等。这样的话，他无忧无虑，他根本不知道他的食物来自于何处，他的衣服来自于何处，他的人生的一些责任是什么，他不知道。他无忧无虑的成长，这是不幸道德的一种人生。二十岁，就二十岁，为情彷徨。 我们说，这个一个无论是个男子，一个小伙子，或者是一个哈那个妙龄少女，当达到二十岁左右的时候的话，他开始要谈情说爱了，要为他的哈那个人生开始考虑，为他的婚姻开始考虑。说二十岁的话，就开始伤脑筋了。哎呀，我到底我的心目当中的妻子，心目当中的哈那个伴侣，应该是要多高、多胖、多么漂亮的？ 或者是有钱的、有地位的，说拿不准，说今天看到这个女孩子，是他的哈那个梦中的情人，但是相处一段时间后，no 不行，这个女孩子达不到我的标准。然后一再想着第二、第三个女孩子，甚至说女孩子也一样，在二十岁的话，心里面想着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如意郎君。 是要高的、胖的、瘦的、矮的，或者是他那个怎么漂亮的，或者有钱的、有地位的，说他心里边都有很多的想法。我们说的二十岁开始为情彷徨，三十岁基本定向。我们说一个人的哈人生，人生的话，那个到三十岁的话，他基本读书也毕业了，找工作也找到了，去做企业的话，他也开始有了一定的哈这个起步了。 有三十岁的话，基本有了一个定向，有了一个方向感。找到了一个方向了，开始操作这个目标的话，拼命的努力。四十岁，拼命打拼。当到了四十岁的时候的话，一个无信仰者的人生的话，就拼命的打拼，因为他这个到四十岁，基本像我的话，已经四十六、四十六岁。你说他那个家里边有儿女，有儿有女，开始拼命的打拼了。 要为家庭的儿女着想，要看他们的房子起房建物，要为他们的哈那个出路等等的话，伤透了家长的脑子。可不信道者的人生的话，就这样的麻烦。说到四岁的话哈，那个他要哈那个拼命的打拼，到五十岁，那回头望望，再过头去看一看，哎，苦了多少？哎，有了一栋洋房了。我的大女儿的话已经出嫁了，我的小儿子的话现在也找到了伴侣了。 我现在的哈那个孙子的话有多大了？哎，他这个回头看一看，觉得还是有多多少少有一点收获了。这个对人生的成就，我们说六十岁呢，六十岁的话告老还乡。按中国的政策的话，一般退休的年龄的话，大部分都是六十岁。啊，我阿赫的达呢，